补车改造数控啊，到家第一步看拆散，送出去磨刀鬼战火，回来然后贴塑啊，托板洗靴，看这块准备贴塑，然后准备配残啊。这里是校验好了，然后油漆，这边开始穿杠，穿杠好了这块我们就开始定做钣金，喷塑的钣金这块啊，这是改造后的效果，钣金做好，喷塑的钣金，刷拉门，1米的啊，是吧？6150一米的改造出来的效果。